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讲经佬这个 channel。 成立这个 channel 的目的呢，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经和马经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手，又或者喜欢赛马、喜欢看波的朋友呢，记得按 subscribe 我们这个 channel 啦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啦，这样就确保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啦。多谢大家。今次赛事星期三呢，照旧都是跑九场马的，六点九开跑啦。咁今次呢，第二口 Marty 呢，即係第六第七场呢，有50多万多步嘅。仲有就係三 T 都有成500多万多步，大家不妨动下脑筋。连马师方面呢，就係两师徒斗得好激烈㗎，可以留意多少少佢哋嘅马。第二场四班2200米，7:03开跑。一号马齐起，133磅，九档私隐骑，高柏新马房。咁呢匹马呢，落地至今呢已经跑咗三场啦，但未有一场系有表现睇之源呢都几失望嘅啲表现。咁最近啱啱上个礼拜先跑完啦，途中只系操多咗一放大把。咁我諗都可能仲要留意睇下佢啲进度点先啦，再望下先啦呢隻。二号自然力量119磅，一档莫雷拉骑，姚本辉马房。咁最近两次呢都可以上到 Mentor 跑咗个第四。在这个路程正正就是第三个次第三名的次。咁上次转弯就迟咗少少啦，所以返到嚟都系紧紧得第四。咁呢匹马啦，证明咗呢个路程都可以跑到嘅。其实四班应该都仲有机会可以赢到一边。今场有个一档呢都几帮到手㗎。三号香港精神114磅，八档马骑瑞雷丹马房。咁呢匹马今季就好准成好 fit 啦，尤其是跑啲中长途赛事呢都几稳阵㗎。咁呢个路程虽然跑咗一次，如果一次都系得个第四，但起码证明呢匹马系可以应付到呢个路程，嗰次第四其实唔系太差嘅表现。咁喺最近两次呢都一个 win 一个第二啦，喺法育哥喺1800米呢攞咗个第二。咁输俾佢一隻马呢应该都仲有啲潜力再上嘅，有何不可啦。咁我相信香港英神今场嘅机会呢都唔小㗎。四号劲力威龙111磅，三档可仔摇骑，文家良马房。咁一样啦，最近两次都系上到名㗎，但呢个路程呢就未试过跑嘅。但佢分别上名嗰两次呢都系喺快活谷嘅1800米。咁我相信呢隻马呢跑2000而可能有少少会勉强啲。但因为有个三档嘅帮手呢就唔会太迟呢可以跟前啲呢。因为2200米其实好取决于步速嘅，但大多数系慢步速，咁可能有啲流力中段发力嘅话呢都有机会上到名。五号活力得胜111磅，五档何明年骑，苏布兰马房。咁呢匹马呢就是、曾经赢过呢个路程2200米嘅。咁呢个长途路程呢就更加啱呢只马发挥，呢只马呢本身系偏懒性啲嘅。啱何明年啲硬攻嘅骑师一骑嘅，但呢佢有个问题就是佢转弯呢就要开始逼住，因为隻马呢其实有啲唔系太过集中嘅人士，所以好靠个骑师呢一发现到隻马啲唔好集中嘅时候呢就要逼住上，同埋转弯嘅时候发力呢会系最好嘅呢隻马。六号胜利波幅120磅，二档潘顿骑，吕建威马房。咁呢匹马呢最近嘅表现呢就一般般啦，不过不失咁啦。咁呢个路程呢都系跑过一次啫。咁但呢匹马有个呢一场嘅优势呢就係佢可以放头跑摆前控制个步速。咁潘顿跑长途不嬲都知係几好成绩嘅。咁所以呢场马嘅机会呢就变相又增加返唔少喎。七号电信奔跑116磅，六档班达尼奇，叶初行马房。咁呢匹马呢上场呢跑跑中间呢就突然间失平衡，俾其他马 check 到啦。咁就所以个发挥呢就有啲折扣嘅。因为之前一场呢已经赢咗交代咗㗎啦。咁但佢个路程上呢就唔系呢个路程嚟嘅，上次系一人1800米嚟嘅啫。咁变相呢对于今场跑2200米呢究竟够唔够气量跑呢都系一个未知之数。六档呢就普通啦，又唔系话啲太好嘅档位，又唔算太差。个唯一有个好处就系个跑法就偏主动，可以摆前少少走嘅。八号奇妙年华113磅，十档田泰安骑，伟大马房。咁呢匹马咧好特别嘅，佢喺沙田咧就未曾有任何成绩睇嘅，
但最近两次有表现，一次第五，一次第四咧，分别都系跑谷草2200米，即系证明呢匹马咧对谷草系好适应，而且亦都系可能系一只都几长偏长途嘅马啦。佢脚法都似嘅，上次喺后面咧留得厚咗少少咧，迟咗发力咧，临尾冲上嘅第四咧都唔错嘅。咁呢匹马希望今次咧田坦醒嘅话咧，转弯做少少发力嘅话咧，咁应该可以个名次有所提升嘅。九号云彩飞扬113磅4档，波件士骑叶仓红马房。咁呢匹马咧跑咗13次咧，都系未尝有任何走势，全部都系大败翻嚟。佢隔咗咧差唔多成2个几月都冇跑啦。虽然当中咧有试咗两课集，但两课集咧嘅走势都好麻麻。咁我谂呢匹五岁马咧，要再俾多啲时间去适应咧，先有机会。10号上心星啦，113磅。7档8道骑，方家跑马房。咁呢匹马咧上场咧系5班呢个路程咧就赢咗啦，而佢做嘅时间咧都几出色嘅。但系始终佢喺4班咧都表现咧系比较失色啲，冇佢5班咧咁准成。咁可能咧佢上咗嚟之后咧，都有机会咧减翻分落5班咧。赛事喺呢啲中长途赛事咧见功噶。呢场4班2200米咧，其实跑嚟跑去都系嗰对马，睇下边只马掌握到个步速同埋发力点咧，咁就好有机会噶啦。咁呢场咧，我就会想搏咗只8号奇妙年华先啦。呢匹马今年先喺香港出赛，除咗2场谷草2200之外咧，其他赛事喺沙田一律系冇走势嘅。佢喺2200咧就拎咗一个第五，一个第四，好明显系长途马啦，啲脚法咧都似嘅。咁上场第二次跑呢个路程咧，就已经可以冲到上嚟攞第四。咁只要今场田泰安咧早啲发力走咧，绝对够气顶到尾噶。再嚟就一定系香港精神啦。近期成绩好准，状态好用。2200咧，佢都已经试过呢个路程，虽然得第四，但起码证明到咧佢够气量应付呢个路程。再嚟就系自然力量同埋劲力威龙啦，咧状况咧都好似噶。呢啲路程咧系几准成，劲力威龙咧就要初试呢个路程啦。但你有状态有档位的都要揀的。最后呢就验埋胜利波幅。因为佢最近呢都在2200入面呢都跑到个第四。而且嗰场佢追上个势唔错，但其实佢係可以试下摆前啲走的。咁今场呢就好睇佢哋呢跑緊嘅时候呢边个会早走啊，快力走先啊，边个会放头啊，呢啲互动囉。咁今场嘅推介呢就係8号、3号、2号、4号、6号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条片嘅内容嘅话咧，可以揿一揿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后可以开起埋隔篱个小铃铛，咁样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样收到我哋嘅资讯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话，即管喺下边留言，我哋见到就会即刻复你噶啦。多谢大家。